为期四个月的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冰雪园日前正式开门迎客。与往年不同，今年海拉尔雪雕第一次建立雪雕园区，通过一个童话的主题展示海拉尔与众不同的冰雪童话。今年海拉尔区的雪雕工作从十一月二十日开始，雪雕作品以动画片《冰河世纪》的故事梗概为主题。 讲述了三个有灵性的远古生物在一个人类小孩遇到生存危机时给予的各种帮助。全长六百多米的雪雕园区内，十六座雪雕作品沿着穿过海拉尔城区的小河河道地势而雕。通过对动画片中所有故事原型的整合，营造出欢乐的气氛场景。所有的游客来到现场，都可以在每一件不设防的雪雕作品前近距离观摩，真正体会呼伦贝尔雪韵。